朋友们，你们要的13系统的苹果机，它来了。看这里面的这一大堆，都是基本上是13系统的。这个是 SE 二代，SE 二代13系统是很难见的，有电池100的，这些都是相当于库存机，是有手的卡片机。这个是标价，白色的，有些成色还好啊，基本上是亮机。咱们等一下再过一下成色，看，都是13.4的。已经是绝版的系统，13.4.1、13.6，每一个都是13.4、13.4.1。这个在你在别的地方应该是找不到的，因为都被这边拿下来了。咱们看一下这些机子，上面是价格，看一下670的，670，背面还是比较亮的哦。很多机子有些就是这里有一点点细微的暗花，就是。外办的，它这种机子，因为价格相对比较便宜，几百块，他们来的时候就没有贴东西，这个摄像头相互摩擦这样放着，叠着导致的，就这种有轻微的，但这种是不碍事的哈，这种就670，咱们看一下也可以，有些可能可以更低，就这种，其他基本上是没有划痕的，670，13的系统，90多的电池。像这种的话，这个贵一点的话，成色就好一点了，电池高了，看没有？这个基本上就没有暗花了，暗花都是那种酥油层的，就是表面你手是摸不着，这个基本上没有了，因为这个比较漂亮。咱们这个是稀缺货，之前有很多人说要找 D 系统，这就来了，很多人找 D 系统可能是不好找，然后这些都是 D 系统的，看，都是不到700，有手卡贴机都是原装的，600多。很多600多、670、690、570，基本上咱们会送卡贴的。这些机子是能直接解除4G 的显示，不会显示 LTE 的这一批。大家有懂的可以聊一下。这里有10个，下面还有一个，然后这两个是三星的 S11，还剩2个。有7米的，现在我不好给大家弄，没开机。都是美版的6+118。这个也是一样，699。这个屏幕是很漂亮的，这个屏幕很漂亮，基本上也是亮机左右，95星左右，是没有很明显的划痕。有个屏幕还亮一点，有个屏幕稍微有一点点的暗的花痕，但是不过这个可以便宜一点。然后这两个三星的一个港版的 S21U，12+256的，这个是回收回来，但是屏幕瑕疵的。有瑕疵的 Note 20U，这种有白斑，有一点点这种，上面其他也是功能什么完好的，这个7米剩下比较少，有些旧机型就不用太看重7米。我个人感觉，像这种工作机，刚说的这些 S11 二代啊，A13 的芯片，跟 iPhone 11 Pro Max 是一模一样的芯片性能的，它拍照啊其他也是很给力的，因为它也是支持 4K 60帧拍摄。像这种的话，就屏幕比较好一点，首次开机要那个，看到这个屏幕非常细腻的，美版的插卡即用，也是显示4G 的，显示4G，看吗？这些应用可以删除的，流畅运行个2-3年没问题吧？这种机子，骁龙855虽然说是相对旧的，但是你作为备用机也是完全够的，这个屏幕显示非常细腻，在这个价位没有敌手，这个屏幕。还有一个 XR，这个是128的 ATT 版卡贴机，咱们999就可以出了。这个大家有看上的喜欢的，特别是这种像工作机、备用机，大家可能现在都是双持两个手机的，这种可以考虑一下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价位600多是没有什么对手，这个性能小钢炮，而且都是 D 系统的。D 系统的话能足够保证你。用得更爽，更加流畅，更加稳定。像这种老机型配 D 系统的都是比较好，都是爱思全绿，都是原装的。还有这种，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到主页跟鹏仔这边看一下，可以找到鹏仔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